大家好，我是杨百万，今天又输了，然后，叫我去给楼下的小卖部，然后读一首情诗，因为小卖部有时候是一个男老板，有时候是女老板，有时候是他们儿子，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我们下去看一下啊。我已经走到楼下了啊，走到楼下了啊，看一下是男的还是女的。哦，那个，拿一条老龙凤，多少钱一条？啊，好，等一下啊，我朗诵一首诗，可不可以在你们这个店里面？啥子意思？我是开着直播，我朗诵一首诗，拍个视频，可以不？咋不拍我都可以。啊？咋不拍我？你帮我拿到一下，可以不？拍到的。好，你拿到对准我，好。肯定噻。你是我的公主，我就是骑士，不奢求你的回眸一笑，只想永远的守护。你是女皇，我心甘臣服，不奢求王的青锤，只愿意一生忠孝。你是月亮，我愿做一粒尘埃，不盼望享受那温柔的光，只希望你能永远的飘荡在你的左右。你若是太阳，我愿意曾离你最近的水星，永远的循着你的轨道，纵使被你的万丈光芒穿洞，无怨无悔。好，thank you。好，谢谢老板娘，可以说一声拜拜吗？说一声拜拜。好，谢谢。梦想要年底，等我一下，好吧？我把这个关注要到，好吧？谢谢老哥。你有一点过分了。这个没有什么，这个没有什么，这个。刚刚是读诗的时候，我觉得不好，这样是你给我点关注嘛，可以吗？到时不要烦。你我在意的话，我就不是，平时我那个今日头条我都关注那个了的，现在啷么子那个啊？下一个西瓜视频，然后关注杨百万就行了，对头。其实我真的很喜欢看那种。很喜欢看啊。奇怪。好。真人真事，真的是。对，我平常很少看到你在这里。我经常在你们西瓜视频网里头看你们，这样子没了。可以了。所以你看，这是我拍的视频啊，你可以看啊。是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看见？随时都可以看。我直播你可以看到，你没直播你可以看我视频嘛。好，老板娘说声拜拜啊，好，谢谢关注，好，拜拜。